好，刚刚也说静坐活动会一直持续到22号的深夜哦。不过也因为22号的白天开始，国中基测就要登场了。其中的个考场就在这个静坐活动附近的成功高中，引起了一些质疑。虽然公投行动联盟再三的保证，绝对不会影响基测的进行。不过台北市教育局仍然说，如果噪音超过了标准，成功高中的考场教室就要关窗开冷气。那么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会发生呢？下午环保局就实际去测试了一下这个静坐活动的噪音，结果呢是69分贝左右，远远在标准值75分贝之下。反 ECFA 静坐活动在立法院暨南路举行的同时，台北市环保局稽查人员在300公尺远，即将在星期六成为国中基测考场的成功高中路口监测噪音。我们是用2分钟的加权音量来做平均哈。我们测出来的值是69.7分贝，跟我们前两日以来所做的背景噪音值所检测出来的结果类似，没有超过相关法令的标准。数值和日前测试结果一样，没有超过75分贝的标准值。可是市政府的相关单位动作频频，时间的标准是在75分贝。那超过这个75分贝这之后，它是依照它超过了音量的大小，如果说超过了音量越高，它的罚额就越重。检测的噪音已经达到了这个一定的分贝，影响到考生权益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全国的组委那边呢能够允许我们由成功高中来关窗，然后开冷气。怕背上影响国中基测的黑名 ，ECFA 公投行动联盟主动向参加国中基测的家长们喊话。以这样的一个严肃的心情来做这件事情，当然更会疼惜我们自己的子弟教育的事情。马政府方面连教育部都出动，不需要这样啊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，不要过度政治操弄这个话题。今天刚刚真多中学的国中生啊，国中的家长拢接到迄种的教育局来通知，讲吼，恁如果那受到什么损害，都要顺什么路径来救济。一直在制造一个恐慌的气氛。ECFA公投行动联盟强调，他们的舞台是背对考场，没有汽笛声，不会干扰5/22登场的国中基测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